我叫健身，我来自洛平精英的小组，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营会，再一次意识过，我感受到圣灵充满我，我领受到方言的祷告，我的感受是很喜乐，我非常感谢爱我的弟兄姐妹。我是真宇，我来自台上的小组。 我相信耶稣已经4年多了，可是在这个4年来，我并没有被圣灵充满过，甚至我还要离开这个教会。可是很感谢神，他在这个的 PCM 已经充满在我的身体上了，很奇妙也很真实。这个耶稣，所以感谢神。昨天我去到台前回应神，我感到很紧张，有一个人帮我祷告时。 我被圣灵充满，我就哭。